2023娇西温泉灯花季，与您相约在冬季。今年11月24日至明年3月1日，在五彩缤纷的灯花环绕下，越夜越美丽。今年美丽璀璨的灯花分布在温泉广场、迎宾广场、地景广场及水景广场四大区域。冬天来到娇西，除了赏灯花，也能享受着素有美人汤之称的碳酸氢钠泉，让身心灵满载而归。为吸引更多游客来娇西，乡公所特地搭配抽奖活动，既有近10万人触及，获广大效益。第一波得奖名单于今19日在乡公所公开抽奖。我们在去年也在我们得标厂商把我们娇西所有的灯花拿到美国比赛，我们也得到了设计奖的一个金奖。那感谢各方面各方对我们的一个肯定。娇西温泉灯花季第一波呢，它的时间是在11月15日到12月15日。那我们的奖项呢，总共有40个啊，既有娇西香心阁温泉饭店平日标准房住宿对外凭证1名，中天温泉度假饭店平日景观客房住宿券1名，娇西老爷酒店娇西老爷云天自助餐厅午餐券2张1名，娇西长荣凤凰酒店一日游平日单人券2张1名，川汤春天温泉饭店旗舰馆川汤春天旗舰馆平日住宿券1名，娇西九号温泉饭店精致双人房住宿券1名，娇西韩木酒店平假日午餐券3名，中冠娇西大饭店星河传说温泉水世界泡汤券2张5名，雪山温泉会馆平日双人房平日双人客房汤屋券1名，汤臣温泉会馆新潮日式风雨双人汤屋3张，阿仙汤泉大众 SPA 券2张10名，宜兰礁溪福朋喜来登酒店双人汤屋券1名，美加美大饭店温泉双人套房平日住宿券1名，三多利大饭店金美礼盒2名，礁溪金泉风里雅致客房平日住宿券1名，上好记宜兰名产连泉麻薯伴手礼4名，博士鸭畜产品实业有限公司金美提货券3名，总共有40份的一个好礼哦。那我们今天已经直播抽出我们的这些的一个幸运得主哦。那我们这些名单会公告于我们真爱去礁溪的一个网页 FB 上面，那就是说在5天以内呢，要以私讯方式回传姓名、联络电话、邮地区号、地址。如果说呢，在期限内没有回复的话，会视同放弃得奖的权益，不再另行的通知。那我们就是没有来领奖的，会把这些的奖项再移到我们的第二波。恭喜以上的一个得奖者，谢谢。第一次第一波的部分就是约10万人来出席我们这个活动。娇西温泉灯花季的这个抽奖活动呢，是只要在我们这个时间内，也就是说在113年的1月15日到2月15日啊，他只要在这个文章里面按赞并分享文章，标注3位朋友并留言。娇西温泉灯花季与你相约在冬季，这样子呢就可以了。那这边就是邀请所有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这整个活动。